个科学上的操盘。好，那欢迎来。好，其实大多数的东西都是我昨天弄的，但是有一个高院的资料是我今天刚刚才按下 commit， 所以算是今天的进度。那解释一下，这个是目前这个司法院公开的资料，就是这样，基本上不是人用的状态，因为它每一个这个惊叹号中间都是一个值这样子，必须要写程式，然后去把这个东西变成一个能够分析的资料才能用这样资料。那所以我现在这个专案就是在处理这件事情这样子。那这个东西其实蛮重要的，就是因为各个这个很多的法律实证上的研究其实都需要这个东西。那其实现在我自己是还没有发现有人做这件事情啊，所以我就因为我研究上需要，就自己来做这件事情这样子。那基本上做法就是他要每一个去按照这个司法院公开的这个 code 去把它努力一个对上去这个 SQL 的这个 schema 这样子。那所以是它是有非常大量的手工活，就是每一行都要慢慢对这样子。那我现在因为只完成这个高院刑事跟地院刑事，它有非常非常多法院的，例如说什么行政法院啊，什么制裁法院啊，家事法庭啊，它每一个法院各级法院不同案件类别的法院，它的编码都不一样，编的方式都不一样，所以说它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工程。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就是喜欢，就是这个其实在抠的过程其实还蛮正的啦，就是它就是一个你不需要怎么动嘛，但是这个手工活这样子。有兴趣的话可以来用用看，还有它很需要这个数这问号的能力。所以因为这 SQL 它就一直有那个问号问号问号，我一开始把它丢进这个 ChatGPT， 我问他说这有几个问号，他算不出来，就是 GAI， 对，没有 GAI 哦。OK， 好，那最后做出来就是这样子啊，就是一个 SQL 的 database 这样子。OK， 好，那目前完成就是地方法院刑事案件，而且也有已经把这个判决全文已经都用它的 API 已经拉扣的这个连接好了，那就是高院的东西我刚做好。那因为我可以晚上，因为它的判决 API 只有晚上才开，就晚上我可以再把它连接上去。那刚刚有跟 Mick 讨论一下，这个有可能有些变相 table 它是可以合并的，那我需要对于这些变数我再通盘整理这样子。OK， 好，那另外一个就是其实我做另外一个关于 API 的，也是跟这个研究相关的 app， 它是一个 Python 写的 command line application， 你可以进去就是把你想要的判决书都可以丢进去，然后它就会让你不知道帮你把这个判决书全部抓下来这样子，所以有兴趣也可以用用看。OK， 好，那所以接下来要继续做的事情就是可能我想问民事的可能继续做吧，然后把高院的判决引进去，然后或是我想知道法律专业的朋友，你们觉得哪些资料是重要的？就是因为目前有的资料就是原始的资料院提供的，那其实这些资料本身还可以其实再去连接其他的资料，例如说起诉书或是这些判决书里面律师的名字是谁辩护的，我觉得其实也都是可以再申请的辩诉。那再来就是这个资料验证的问题，因为我没有什么 SQL 开发经验，其实我不太确定，我就是。要怎么去验证这个资料是对，东西都对齐的，都没有错，其实我不太确定。我目前的做法就是我肉眼去看，就是好，肉眼这个案件里面它有两个被告，好，那这里面它也有连到两个被告，好，它的 foreign key 都对到了，对，然后就应该是这样吧。我不确定有没有什么比较系统性的去检查的方式，需要大家这样子，再告诉我这样子。那再来就是这个资料的更新要怎么自动化，因为目前就是司法院它每两个月打包这些就是资料上传这样子。那就是，但其实它就是丢给你一个解压缩档，然后里面有一大堆 TXT 档，然后你还要自己解压缩，然后再把里面所有的资料的编码从这个大五码转成这个 UTF-8 之类。那这个它就是要是一个我不知道怎么自动化的过程这样子。OK， 然后再就是要继续做这个 SQL 的手工活这样子。好，谢谢，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，就再来找我，谢谢。谢谢以来的分享，那。